老人家就是这样子，总是操不完的心，在妈妈的眼里，永远都是小孩子。逛菜园子喽。今天老梅说把这些老掉的菜都给它摘了，做一集。你看，想吃的时候没得吃，现在不想吃它的时候，你也老完了都，是不是，先生？嗯。这底下的都算老的都。对啊。那一下子也喂不完了。先摘掉一部分吧，嗯。叫我喂鸡，我还没喂过鸡呢。我最多我只会。要不要我教你？哎，其实这个工作你可以帮我做的。耶。你既然教，你就要示范。那你要学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搞得好像我要回去喂鸡一样的，要让我学一下。嗯。那你不学一下是不是？到时候要时候以后你养的话，你也可以喂啊。好像哈、哦，说不定要老了啊、哦。哎，找个地方还可以喂一下鸡啊、哦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学一下吧。嗯，其实都基本上都老了。对呀、啊，这菜上面都黄完了。嗯，这个就像这种也老了。对，这边就是早上我就掉那边了。嗯，好多都老了。贝妈，嗯、啊，叫我喂鸡，以后老了我也养鸡哦。嗯、啊，好，好不好？早上我已经拍那边了，就是现在摘这边。这不种又没得吃，种了又吃不赢啊、哦。嗯，那种就是喂鸡多啊、哦。喂鸡多啊、哦。嗯，喂鸡多。这种简单的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，我也不会的啦。这种是很简单的。肥妈今天又找我去逛街了，然后她叫车子开出去了。嗯。后面就强子送肥妈去街上逛街去了。我也不认他的号码，我就打什么都给我儿子的帮打。啊，难搞。我儿子打给他。嗯。肥妈总喜欢带我出去外面逛街。我自己拿去丢给他吃了。哦，你就直接丢给他吃啊。嗯。你儿子叫我给他吃。我吃，我也吃一盘。切的它好丁一点，它好吃一点。对呀、啊。切碎一点。切碎一点。那你今天捡蛋了吗？啊？蛋有没有去看一下有没有蛋啊？蛋有啊，我还没捡回来。等一下我去叫他生。给他屙脸。给他屙。嗯。还有。有三个还是四个了？反正有了。有了。哦。嗯。我。开始下雨了，今天你慢一点走。啊，我知道。嗯，你今天外面这边你摘了是吧？摘了，我摘了。哦，昨天也摘。哦。我们拿到后面那边去给它剁一剁。剁了，这哦，这样对呀、啊，剁一下，我来剁。剁这个功夫做我还是会的。那拌那些料啥的我就不懂。不要很碎吧。跟平常切菜一样的吗？对啊。哦，阿姐那边也有喂的有鸡啊。嗯。哦。又不是吃的，你也来凑什么热闹？哎。啊，你叫他们做就好了，还要自己拉。那不拉，谁管过呀？他们会喂的，你不要操心，放心了啊。嗯。你就安心的享福就好了，不要操那么多心。嗯，那个享福就吵了。可以的，你别操心就行了。老人家就是这样子，总是操不完的心，在妈妈的眼里永远都是小孩子，他们总会替他们操心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也只能劝他说要学着享福。说是这样子说，但是他们还是闲不下来。嗯。鸡都跑出来了不？哇，好大一只老鼠啊！我没看到。在那里面。它进来偷吃是吧？哟，蛋有没有吃掉了嘞？它不吃蛋的，老鼠不吃蛋的。哟，从那里面跑进去了，好大一只哦，尾巴好长，老长老长哦。哦。
回来吃喽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喽！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咕，搞得好像我很专业一样。那个也要弄吗？弄啊，分一点吧。分一点啊。多吃一点，多下一点蛋啊，长一点肉肉，要不然我们吃啥？来了。哎，简单，早上有三四个，哇，有的还带有温度的，哎，怎么都有温度啊？刚刚飞起来的，对，它一直捂着，里面有没有？看一下嘛，里面那里面，这里面吗？啊，这里面没有哦，这叫空棚是吧？对啊，每次好像我发现都是在那个地方下蛋，嗯，那里可能比较安全。哎，对，那里。会比较有那种安全感，嗯，没有就得了，回去了。其实有时候到处翻一翻，说不定哪里还有下。上次阿欢不是在外面得一窝？对呀，十几二十个。那估计那段时间经常找不到蛋吃。那时候走了，那个鸡不知道那鸡从哪里跑出去？不知道，我老是看它跑出去，从哪里？我怀疑是不是飞到这上面去，从那上面飞出去的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嗯，他只有地方把那个阿黄赶出去。来来来，出去，过来，出去，过来，啊，叫他出去，走了。嘿，哇，真的是我拿拖鞋了吧？这只胆子其实很小，嗯，今天外面放炮，他都怕得很，躲到屋里面。里面有好多小鱼哦，我看。你看那里都死了好多了。哦，那边怎么鱼浮起来了这么多只？对。改天穿个水裤下去摸鱼去。嗯。我又捡了鸡蛋，又得了五个鸡蛋吧。哟，煮个饭，三个人陪的吧。到旁边不要学吗？对。学什么？学煮个饭吗？改天我做闽南的咸饭给你们吃。明天。明天吗？安排。带我去买鲍鱼。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做的土豆饭特别小，土豆都不用钱。那个你那个就算了，还鲍鱼、白鸡、翅腿都算不到那个钱的概念，哦，是吧？哟。到了就可以了。搞得好像都不用吃饭了一样，你讲这种。吃饭啊，我吃土豆啊。吃土豆那偶尔也可以吃一点好的嘛。没事，那个成本我还是赚得回来的，我不怕。